包这边。来，左边看一下。来，看中间，官方这边。然后左这边。哇哦！那左来到我们的现场的话，也让我们的摄影师疯狂的按下快门。那今天祖儿也是身穿了他们品牌的新品来到我们的秀场，那稍后我们跟大家一一的来介绍祖儿的穿搭。欢迎祖儿。你好祖儿，欢迎来到我们的时尚心理的大秀，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嗯，那你其实知道祖儿是我们的卡拉品牌的代言人啊，今天也是第一次以品牌代言人的形象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有什么样子的感受吗？就很开心，然后今天我看弄得非常的隆重，然后我刚才也是我们那个爱之行店里面走了一圈，然后很开心吧，就很期待一会儿。是的，那其实呢，我平时也是一个看剧的人，因为大家都知道哈，祖儿的最新的电视剧《乔家的儿女》刚刚播完，非常的精彩。因为其实祖儿的饰演的我们的乔思美，在我们的剧中的这个敢爱敢恨的性格啊，让我们的很多的粉丝朋友都有所共鸣，也和我们的他爱的内涵相吻合。那其实我们今天也看到了，祖儿也穿着了我们的他的新品，可以跟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吗？哦，我穿的是冬季新品，然后我比较选择它的点是因为它因为很闪亮，是对，然后又有点小跟，然后也不会觉得太累，所以我就今天穿了一身比较黑一点、比较素一点的衣服搭配它。是的，那因为其实知道哈，祖儿的电视剧当中呢都是敢爱敢恨的角色，那要不要在我们的双十一之前呢，可以让我们的粉丝朋友能够在这个之前像我们他一样帮助他们找到真爱，来祝福一下他们好不好？我觉得就是包括他也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品牌，希望所有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美，然后属于自己的自信，那到时候有没有爱或者是什么样的爱都可以游刃有余的迎接。谢谢我们的祖儿的诚心的祝福和分享，那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接下来的大秀。好的，让我们有请祖儿先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